景图手玩 AirPlay MP3 变 CD 靓声。音响老牌物景图，佢嘅前后级一向都出晒名噶啦。今次首度转战 AirPlay 小型音响组合，发声又得唔得呢？嗱，呢个咧就系物景图最新嘅利用 AirPlay 啦，苹果 AirPlay 嘅产品叫 Mac Air。咁係一個 full system 啦，好簡單咁嘅用途，唔需要好複雜嘅 setting 啦，只要你手上面有一部能夠行到 iTunes 嘅 iPhone 啦，或者 iPad 啊，咁已經可以玩到啦。特別嘅地方咧就係、佢雖然係一個好細嘅 system 啦，其實係三路嘅 system 嚟嘅，高中同埋裏面內置咗兩隻低音喺度，咁行電子分音啦，咁係 by M 咁樣行法嘅，咁啊機仔細細，咁啊聲就非常之好嘅。接驳都好简单，先开 WiFi， 再按 AirPlay， 咁就可以即时连线听歌。而且把声相当唔错喎 ，MP3 都可以播到 CD 咁嘅音质，系有啲料噃。另外，阿 Ken 仲大赞呢一部 D100 数码前级，话佢功能多，超抵玩啊！其实呢个咧系有三个用途嘅，咁第一个用途呢，佢依部咧係一個 DAC 啊，佢嘅 DAC 嗰個級數咧，同我哋一部上十萬蚊嘅 MCD 100咧係同一個 grade 嘅。佢依家行緊一個用 software 去 drive 嘅 digital engine， 咁係可以容許你用軟件咧去提升佢嘅。除咗 DAC 之外啦，咁佢亦都係一個 digital 嘅 PM， 可以利用佢後面有 USB 入啦，或者你 free 個機咧，就交落你嗰個舊嘅 amplifier 嗰度玩翻。第三個用途咧，本身呢個咧係一個非常之高級嘅耳筒擴大器嚟嘅，咁啊稱為耳擴啦，20至到600音嘅耳筒咧都適用喺裏面嘅，提供一個靚嘅 source， 亦都可以用 digital input。